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腾鸿的创始人孙宏斌，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自己研发的688视觉中后棒机。首先，我们那个40码的中底进行图像抓拍，好，现在抓拍好了。那么抓拍好后，它会自动记忆，形成一个图像的轨迹。我们进行我的四幅上胶就可以了。大家演示一下我们走胶的流利度。来给大家看一下走出来的胶的线条跟它的曲线度，还有它的胶的流量，非常的均匀。